연하다고 운전하면 안 될 것 같아. 왜? 자, 방문가. 차갑다. 언니 좀 차가워, 근데. 韩国女团 IDOL 再度推出新团众，成员们一同出门游玩。抵达民宿后，小娟、雨琦和 MINI 三人开始玩起画画的心理测验。首先，第一个画代表如何看待自己，没想到 MINI 的答案竟是美丽的，让雨琦忍不住冷笑。첫번째그림은자신이스스로자신을어떻게생각하는지밝다아름답다小娟是聪明的，让众人直呼好准。나똑똑하다나뭐라고안한다测到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MINI 的却是危险。행복하다위험하다대단하다신이스스로인생을어떻게보고있는지보여이게좀맞는것같아미안해인생위험해让雨琦再度吐槽，就算拿到驾照也不要开车，笑翻。내가봤을때언니언니는면허따고小娟则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超逗趣。最后爱情观 ，MINI 的答案让她无言以对，超爆笑。마지막거아름답다차갑다맛있다자신의애정관에대한정보를보여줍니다맛있냐맛있어차갑다언니좀차가워근데